好，那心伤者，心脏受伤了，那有可能是外来的因素，好，打击啊，或者受伤，或者是你吃的西药，还有呢，情志上面受了伤害。这个人呢，会呈现的症状，疲劳倦怠，头面赤而下重，心中痛而自烦，发热，当其跳，脉弦，此为心脏伤。好，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如果用理解的方式最好，好理解的方式最好记。这个心火正常，正常的人呢，火是往下降，进入小肠。那心脏是在肺，好的下方，由肺在管束它，所以火来行经啊，经火这个相生相克的状态之下，当有肺的功能很好的时候，心火就可以这个肺呢就可以把心火往下倒到小肠里面，这是常态。好，那如果说现在心受伤了，好心受伤，这个心火呢就没有办法往下走，往上逆。当往上逆的时候，这个很热，热到脸上来，头面呢就会比较脸孔就比较红赤，哦，下重。为什么要下重？因为你这个火是固定的。什么叫固定的量？哈，我们把火呢改成热量。心脏就是那么大，就好像一颗汽车引擎一样，它100匹马力就是100匹马力，再怎么吹它还是100匹马力。所以说你的心脏固定是100匹马力，那现在这个正常的热应该全部到小肠，那现在热到往上走了，是不是小肠的热就下降，热量就分散掉了嘛？对不对？当你热量分散掉以后呢，小肠呢温度就下降，小肠温度一下降的时候，你吃的食物到了潮薄，到了小肠里面，你没有热没有办法蒸化，这个顺着大肠就出来了，下重就是呢里脊后重，上完厕所呢觉得还没上完，还是要去上，食物没有办法消化掉，好，所以说我们讲的热量它是固定的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固定的量。那你不会，那每一个人心脏的大小就看你的个人，好，比如说西医讲跟你拳头那么大，就是配合你的体格大小，好，那有一定的量，好，不会过量。那往上冲的话，自然而然下面就没有，有温度就小肠的温度就会下降，好，所以这个下重是里急后重，好，上完厕所还想再去上。感觉没有上干净的感觉，好，心中痛而自烦，好，心常神，好，那神呢？如果心脏受伤的时候，神就没有办法走在心脏的好里面，这个时候自然而然会有烦躁的现象，好，病人发热，感觉到发热就是心火逆往上走，好，当其跳，其脉弦，只为心脏伤。为什么当其跳？肚脐正好在小肠的上方。小肠的火在下面烧，大肠里面的水在走，火在上面，火在下面的时候，一烧这个水正常的会回到肺里面去，啊，这就是肺跟大肠表里。那现在小肠温度下降了，水还是在那边呢，你没有办法蒸化它，要煮熟又要煮开，水又煮不开，肚脐就在跳，啊，肚脐就在跳。好，脉是弦的，为什么？弦就是水脉嘛。好，这就是心脏受伤。好，所致。那我们以后会有一些处方，好，这个情志上面的处方，好，让这个吃了以后变得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好，心脏要衰竭了，要停止了，会有真脏脉出现。所以我们的肺、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五脏都有真脏脉，这种脉出来的话，就是要死，哦，要死。那扶轻轻的按到心这个手上的脉，不一定是寸脉，你只要脉它的寸关尺的脉，轻轻按到，非常的实，非常的大，但像麻豆一样，小豆子一样，很浮。那按它呢，越按它越强，反弹力越强，好，这就是心的真脏脉，就好像真脏脉的意思，就好像你摸到一个心脏在这里，这样好一个小气球在那边跳，有没有？就跳，那个心脏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真脏脉，哦，真脏脉。这个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写的很好，哦，
这个形容的非常好，好，也不能找到别的好的形容词，好，邪哭，好，那你说那个老师哭就是哭嘛，什么邪哭，好，你看哦，这个邪哭使魂魄不安着，血气少也，好，魂呢是肝在里面，魄呢，好，肺在里面，而魂和魄呢，统由神来管。所以心脏呢，这里面的神呢在管魂跟魄，这是基本上你的概念，概念要有。好，那取得肝木、肺经、哦、心脏、哦、这个心脏呢能够取得木和经之间相克的一个平衡点，这是正常，正常人，好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练呼吸，练功夫，练气，好，把心火导到小肠里面去，好，不要生气，不要太容易发怒，好，那个心情要心平气和，有的时候当然假装生气一下，好，那不要真的去生气，好，那能够取得金和木中间的平衡，哦，这是正常，好，那这里讲的呢，魂魄会不安，血气少也，这个血呢？讲的是肝，气讲的就是肺，肝是藏血的，好，肺是主气的，对不对？肺主气，所以当你血少气少的时候，血气少者属于心，因为会影响到心脏，好，心脏，因为心脏在管这两个啊，好，其人则胃，好，虚的时候病人会怕，心里面容易害怕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人说，哎，你这个病人在哪里？病人在衣橱里面，就怕，哦，这样子。那这个人呢，症状眼睛闭起来，他就想睡啊，因为这是虚症，梦远行而精神离散，这个很容易很疲劳，很疲劳。为什么？他已经心脏受伤，他已经气血不够了啊，做梦还要走很远，那是不是更累？对不对？好像你走了10公里，不对不对？身上没走，可是你心神在走啊，因为神不能守住。好，走的是很累，好，就是魂和魄就是妄行，没有办法控制它，阴气衰者为癫，阳气衰者为狂，就癫和狂的来源。好，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治疗癫痫狂症，癫痫狂可不可以治？当然可以治啊，好，可以治。那怎么个治法？就是我们要认为是在虚的状态之下才会有，好，虚的状态之下，后面慢慢介绍处方越来越多，我们慢慢介绍一些案例进去，好，我们治疗小朋友发癫痫啊，什么都效果都很好啊，中药效果都很好。那所谓邪哭呢，就是他哭起来就你那个人伤心的哭，你可以听得出来啦，好，那没事那边哭起来，然后动作很好，很怪异，很诡异，好，好像疑神疑鬼的，然后这种都是所谓心虚，这个心气血不足，这个气血不足呢？是属于肝脏和肺脏啊的气血不足。那遇到这种精神上面的问题的时候，作为处方的时候，从肝脏、从肺脏下手，好，再从心脏下手，这三个脏为主。好，我们会介绍一些很好的处方给大家。好。接着下来呢，脾中风，好，如果脾中到风，大家看到脾的时候，第一个就要想到脾主四肢，主肌肉，好，你先不用去管它里面讲什么，你一想到脾就要想到这样子，好，比如说脾脏在这里，好，这是肺，好，这是心，肝。第一个呢，肚脐以下，少腹，脾主少腹，小腹这边脾脏在管。老师，这个人肚子好大，鼓胀，脾脏。老师，这个人小便不出来，脾脏。都是脾脏，好，所以整个少腹脾脏在管。脾呢，主湿，全身的湿，脾脏在管。
好，那全身的肌肉呢，也是脾脏在管。哦，所以脾的这个功能很多。西医呢，脾啦没什么功能，拿掉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就拿掉了。能拿的拿掉嘛，你继续拿没关系。好，你觉得人生乏味去拿。当你脾中风的时候，这个细细发热，形如醉人，腹中烦重，皮目润润而短气。当人受到风的时候，风进入肌肉，进入脾脏。这个湿下焦的脾主湿，这个下焦的中焦，中焦这个地方下焦湿会很盛。当你的湿很盛的时候，心脏的火要进入小肠，本来是要进去，对不对？可是湿很盛的时候，它没有办法进去。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，心火下不去，它就一定要这个热量一定要释放掉啊，不然会爆炸。人体不会爆炸的哈，好，这个会往上走。那会往上走的时候，就一样跟心中风一样，细细的发热。那形如醉人，因为这个热不断的往上冲啊，人当然会头昏昏的啊，就是精神不济，腹中烦重，因为肚子呢里面湿很多，好，就会腹中烦重。皮目呢润润而短气。眼睛的眼袋，上眼袋、下眼袋这个地方呢，是脾脏在管。好，那由于呼吸啊，因为中这个下焦这边湿很盛，肺和心肺的气，还有心的火都不能下降，所以当然会呼吸会气很短的、啊。好，就是这种现象。那你如果说不去治疗它，这个湿越来越盛，脾脏就越来越大。很多人就是脾脏肿大、啊，变成脾脏哇，老是肿得好大，肚子的还有还好，这个脾脏本来在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的腹腔呢是到这里为止，好，腹腔，肚脐在这里，这个、腹腔到这里为止，就脾脏肿大，肿的整个腹腔都是一个脾脏，好，肚子肿得很大，好，那诸位现在就看到就会想了，老师，很简单嘛，老师我们把这个湿要去掉，张仲景张经方从头到尾湿要去掉，就是要。利小便，你不能发汗啊，因为你发汗的时候湿跑得很，那个汗水出得很快，湿很慢啊。湿是蜈蚣穿鞋，慢慢走，你在那里给他发汗，鞋子还没穿完，所以你发汗了半天，病人精液伤到了，就肚子还是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用要利尿的方式，利尿的方式，老师，那我们既然利尿的话，我们泽泻加重，对不对？哦，白术加重，那老师脾脏呢？不是您讲过吗？脾脏管静脉，管少腹，少腹这边呢是静脉血液循环。好，脑筋就想起来，老师，那既然是静脉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加重？对，加重，不要加桂枝，加重白芍到一两，然后配合茯苓。如果呢，我们常常用到白术跟茯苓。如果是中焦的湿，要湿在中间，啊，白术、茯苓等量。如果是下焦的湿，肚子肿得很大，重用茯苓，白术三钱呢，茯苓有六钱，你光是这四味药下去，脾脏就开始缩了。好，那老师在其他老师他恶心，你就加半夏啊，对不对啊？老师不能睡觉，还是怎么样？你看他啊，舌苔黄啊，你就加其他都是加减，但主力在这边，这就是你。自己你不用去设，不用去说想有一个方子，经方在那里等你，你看这个就知道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做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就是静脉，这就是为什么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脾同血，心主血，肝要藏血，哦。老师肝脏要藏血收藏起来，所以我们又开酸枣仁汤，把血收到肝脏里面去。心主血，我们要去补心脏，血是苦味的，所以我们会有黄芩、黄连、阿胶这种苦味的能够入心。那老师什么叫统血？老师这个是藏血又主血是统血，中国人的文字很多不好了解，统就是统帅，所以你要让不要管静脉，管动脉，不我讲错了，正好反了哈，管静脉不要管动脉，你把静脉的血一回来，动脉血自然而然就恢复。好，它动脉会有问题，心阳会有问题，是因为静脉血回流的力量不够，那就影响到其他，所以脾脏肿起来。那你如果重用了白芍，一下去以后一收起来，那个静脉回来了，
回来的时候心脏的力量负担就减少了，心脏原来要负担动脉跟静脉，那现在静脉你白芍把它取代掉，心脏的负担减少了，对，自然就恢复了。好，那如果哎呀老师我脾脏肿大，我们不相信中医，你不相信你去死吧，那就什么好信不信呢，对不对？真正的科学家的态度要假设我是对的，好，然后再去验证，你把这个处方拿去验证看看结果，就知道谁对谁错吧。你根本还没有科学，还没有去验证，然后就说中医不科学，那科学的定义都不懂。好，西医是科技，不是科学。好，哪个笨蛋跟我讨？我们如果是辩论会的话，啊，中医不科学，没有科学证据。我说先生，你等一下，我们先把科学定义讲清楚。我告诉你什么叫科学科技。好，讲完以后你再跟我讲，啊，讲不出来了，啊，马上哑口无言。